主料黄油55克，蛋液25克，中筋面粉125克，糖30克，辅料原味翻糖，色素几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一到两小时。黄油软化后加入糖，分次加入蛋液，打败蓬松，筛入面粉，用手掌和刮刀捏拌成团，放冰箱冷藏一小时左右。把面皮用擀面杖擀平后，用模具压出形状，客铺烤箱170度预热，放到中层，大概烤8分钟左右，取出晾凉。把糖加好各类颜色，擀薄后用模具压出形状，糖皮背后刷一层薄薄的凉白胎，粘到饼干表面，用各种模具随意在礼服上压出花痕，再稍加些点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饼干在烘烤中可能会因高温而略微变形，所以用糖皮盖上时要稍稍整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